我们人将过去我们无始前来的累世累劫烦恼黑暗恐惧害怕，这都是我们的习气。只要我们懂得粉身碎骨，也是代表整个宇宙当中所要表达的，就是我们弱项最用力，强项最用力，电磁力其实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，重新架构，这才是我们现在这一世当中真正的要学习唤醒众生的苦难。也只有透过了金刚的观念开放，您看到了必定改变我们的神经血液细胞。最重要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刚好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耐克这个台风，我们希望它能够听经闻法，回归细胞极乐国。